行，玲珑丫头，你的玉兰活了。为了他，放弃你一身修为，这是我的事，与你无关。只要顾玉郎死了，你还是掌门。长生宫第六层，现在正在反噬此人功力。此人是谁啊？周文道，赵大哥的兄长。小赵，你先用功调息。行，玲珑丫头，你的玉兰活了，都跟我来。是，是总师傅，是。玉兰。